安哦，各位。我们现在在等公车，这边公车就跟淡水的面巴一样，是按表超客。而且我们刚刚到的时候，刚好就有一班车从我们面前，司机才刚上车，他才刚踩油门，然后我挥了两下手，他坐在旁边的女的不知道跟他讲了什么，之后他头也不回的继续踩吹油门，然后就走掉了。我们只好再等半小时等下一班车。怎么了？你刚刚是什么？鼻子。哇，好像到了哦。这栋黄色的。我们的房间住在一楼，然后，对，就是我们住了三人房，因为那时候选好像三人跟两人只差了100块而已吧。重点是这个门，我刚刚看到我以为它坏了，然后关起来之后发现哦，它后面还有一个把手，你把它靠上去，转这边，新世界，有点帅啊。然后整个弄起来，哎，这样子好像就整个关起来，拉不动了。然后他刚刚说里面冰箱里面有一瓶水是免费的。三张床可以睡，这个怎么开？可以开吗？搭配啊！好，我放弃了，算了，不开它，反正我也开也不知道干嘛。浴室，干湿分离站。啊，这就是我们的浴室。然后保险箱跟冰箱，哇，水哦，家庭号的水啊，没了，简单的房间，两个人睡已经够了啦。啊，我怎么转个头你就已经把它开了？哇塞，我看到了什么？等一下，啊，哎，它上面那个是断的，还是不要开好了。它是因为你那边的，我关错吗？还是什么？你要两边一起开，因为这边这样，好，这个压住。但是我现在有点怕，不要开太大。这样可以。我们还是不要乱开好了。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哦，哇！可是这边，真卡住了。就是坏了还是怎样？哦，你不要等一下把它掰坏哦。应该是不一样。啊，你开了。饭店在后面，然后现在我们要先去酒庄。结果我们刚刚搭的车是对的，对，好，好险没有搭错，搭错就踢掉了。回去刚刚的车站，这车站真的离我们很近哎，在旁边而已。走路不用行，不用拉行李，走路三分钟。我们到了，没有迟到，我们约45分，现在才11:30，还行。小桥流水人家，没有桥。好，大家进去看看。我们进到酒庄里面，现在就往下走，然后他有给我们一台这个，可以听他的语音介绍。啊，这边就是第一个了。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刚刚看下去。这边写的是红酒，然后有10个有益身体的方法。也有好处，但是把红酒讲得很神哎，医生都不用了，喝酒就够了。难怪这边人每一餐都有酒。天哪，这些酒桶都比我高哎！那看到他就想到那个柯南之前贝克街的亡灵吧，最后面他们不是在那边火车里面砍酒桶，真的是好高好大。3400毫，不是毫升，公升，吓死我，他讲错。这
个硬币昨天在海事博物馆好像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长得很像两只海豚，很可爱。怎么现在都没有中硬币？可以去外面出口的地方会有葡萄酒的品尝件，我们有买那个一个人15块吧，好像可以喝到，可以试喝3种，等下去喝喝看。他刚刚说这个地方是这个岛上唯一一间那个地下天然的地下参观酒厂，有点刻意。再来就头好暗了，再来就上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已经起床要准备 check out 了。我们11点 check out， 然后我们10点才起床，我还是吓醒的。然后我刚刚在就是搜一下房间最后有没有要丢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车票啊，我看一下啊，好，我不知道放哪里了。反正我们搭公车的车票，它后面有个 QR code， 那 QR code 是时间表，你知道我。社通里面那个巴士的时间表，我在台湾怎么找我都找不到它的，就是类似官方网站的东西。然后现在在车票后面，所以哦，我来了四天的最后一天才发现。然后我们今天只会搭一班公车，然后就到机场。至少我们还有看到，还会用到。对，回去再把它放在那个资讯栏上面。好，等一下去吃个早餐，然后就可以去机场，然后。今天要飞维也纳，耶！好了，先这样，去找人吃。这家店小小的，然后好、哦，这是他们的规则，写在墙上。里面墙壁，待会去给你们看看，它上面都有，就是所有人的留言。这隔壁人吃完了，等我们的早餐。简简单单的巧克力奶昔，然后我点的是传统希腊冰茶加柠檬跟蜂蜜。来了，三颗蛋，然后面包跟后面那个好像是洋气。哇哦，哇哦，你的一大早看起来就很重咸嘞。可是它那个应该是蜂糖酱还是什么蜂蜜吧？蜂糖。好吧，又咸又甜的东西，不适合我。这里的店员我觉得帅，那个小男生很帅，而且两个店员人都很好。开吃。整间店小小的很可爱。好，走吧。他店员人很好，刚刚原本坐在角落，然后他说，我说问他可不可以拍照，他说当然可以啊，那我到站到柜台后面，这样你可以把它开全部。谢谢小帅哥。啊，来慢慢走回去，然后就搭车去机场。走吧，我要上飞机了。去买了一大袋东西当今天的晚餐跟明天的早餐。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就已经6点半，拿完行李6点半，然后到住宿的地方就已经8点半了。因为我们中间要找车，然后要买车票，然后又要找小小的小迷路。对，然后刚刚就在公车站那边下车之后，等房东过来接我们上去，然后回家找，这边是楼下就有一家理发厅。思考过两天要不要来剪头发。前面转角就是我们的住宅区了。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大门口，然后进来这边有个开关，你不按的话，中庭这边等下就会黑漆麻乌的。快 go！
是我们社区，我们的在三楼的那个角落。稍微看一下。好，现在已经洗完澡，我们到维也纳了。这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那边是门口，然后这边进来就是那边客厅嘛，然后那个房间是主人的房间啊，我们就睡在外面这个地方。哎，有个人已经不行了。按门口进来的地方是浴室，对。然后带你们去看一下厨房。咿呀，我的拖鞋。按门哦。它这里面超没生活感的啦，它所有东西都放好好的。你看这边也是。然后还有后面这一整排，有够没有生活感。我们今天搭瑞安，然后瑞安他 delay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然后能只要上飞机什么的，后来就基本上就是 delay 快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之前在查，他们都说就是如果你不是住在欧洲的人，那他们会要求你要把你的登机证用纸本印出来，然后。不然的话他会给你多收钱什么的。那我们这次来，我们两个是我纸本跟那个电子都有带，但我们先用电子给他刷，他也没有跟我们要纸本，电子就可以刷过。登机箱就看个人运气了，我建议带背包就好，因为背包他比较不会管，就是超过他的那个尺寸的话，因为他们那个这边联航哦，现在就是为了赚钱，所以登机箱的那个规格越改越小，所以自己稍微衡量一下，如果你带太大，你就要被多收钱了。好，那就差不多这样了，晚安啦，拜拜。